全部大老板把裤子换了，吓老子一跳。别那么臭臭，这黄是你的裤子。我裤搁这过，这不你哥送我的裤吗？我都没舍得穿，谁给我挂裤了？对呀、啊，这什么声音呢？别管，回家。我知道刚才是什么声音了。没事，我给脚搬个裤子，脚都裂了。哎，设计的多好，这儿还有个洞，开裆裤，别说，最近睡醒了，叫啥呀？啥造型啊你？我哥送你的裤，不可能！你看你哥送我裤在这儿呢，那这谁的呀？不是这谁的呀？咋整啊？这谁的呀？你看这咋整？该挂回去啊？还咋整啊？你把这好的给别人，你弄成这花开富贵给谁呀？没人要了。这你哥送我的裤，我一回没舍得穿呢。只要努力就会成功，十年后张鲁带你走上人生巅峰，听懂赵松。咱俩投了那么多钱，你就投了个那么破地方，总创业要节省，今天省一块，明天赚十块，你这也太省了吧，这啥？你接下来干嘛呀、啊、张总？采购。你就来垃圾堆里采购啊？人大爷说了二十随便拿。不是你这都啥呀？你怎么不把大爷捡回来啊？真服你了。40，我捡回来20，便宜半了。还得是你呀、啊、张总。你这大爷拿尺量的。人大爷有原则，上一半钱干一半活儿。不是，你就给他40怎么了？我这是脑子进水了，我同意跟你一起开公司。万事开头难，下次就好了。你干啥呢？写这个？给公司起名啊！看下这名，公司叫啥好？嗯。等我手术完，你慢点跑。不懂。跟个猴似的，要你喝一个礼拜粥试试，那日子是人过的吗？行，那这样干啥去？当然是享受生活了。慢点，穿着病号服出来吃火锅，你可真行啊！爽啊！你确定你吃那么多辣椒没事吗？哎，知道啥叫观察两天就出院不？我这回和治，治出彻底 say 拜拜了。把你嘚瑟了，谁呀、啊？我爸，你拿什么样的车，非得给我关回去不可？隔壁，去隔壁，走。啊，爸，我刚上厕所去了。咋这么长时间呢？这么聪明，刚手术完嘛，有点费劲。你那嘴咋那么红呢？你嘴皮擦。嗯呐，我这洗大了，咬的。啊，一会儿啊啊，行，啊好。咋了？快走，我爸又来了。你慢点儿，别裂开了。不能回不了。哎，咋的了？咋回事啊？我裂开了。你不说得喝一个月的粥？这咋办啊？没有，这。几个车排2小时，我不排。你爸钱都给你了，你等一会儿呗。太聪
明了，自助骑车不用排队，还便宜。主要是便宜吗？这完事儿给钱咖啡，咖啡不咖啡的，主要咱主打一个爱老子。好了，完事儿。我这三只眼睛呢？什么？我一杯咖啡，我就只能干这点儿啊，不然呢？叫你别玩，洗个车还搭个衣服。要不你说我能这样式的，我能吃你啊？我不是，这应该不明显吧？你说呢？这样是不是对称了？你把两个都搞下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眼神不好。不是，这得有多不好呀？这看不出来。我有一点我怎么了？这玩意儿好捏吗？从哪儿捏的呀？你干啥呀？啥声音呢？你不是吧你？起来。靠！你完蛋了，刚才是跟我没关系，我刚才在这边呢。你爸得打死你啊！那怎么？我来的，我这里多少钱呢？我快点够吧！上次那小哥哥又约我了，这回他过生日前，我肯定给他拿下。把门给我关上！你滚！一天到晚要死了你，丧气鬼！你看这双咋样？这双1000多呢，姐，哪来钱啊？谁外头还没有点账了，你都要回来，绝对够！妈，走！不是，姐，你这狮子好像脸歪了。你别管，我这同事气软怕硬，谁赖硬？怎么样，凶不凶？凶不凶？好好凶，好凶！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你别琢磨上啊！你去帮我要一下。不是，你俩都是见谁见啊？你长得也太壮实了，谁让他换男朋友了？别跟我说，别把听见打死你！你快去，别琢磨走了，走了，姐。这年头要嫁给我孙子，怂死你算了，电梯里头你都抬不起来了。今天晚上一定要来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很重要的事？你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呀？别转了你，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，看咋给小哥买。没事，我还有500，买个帆布鞋也行。后边买双凉拖。不急，我知道他家。搬家了，不是你朋友搬家没告诉你啊？什么鬼啊？你别哭